水永长流，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金刚经读经书，平常时常读，世界佛世界一下佛一下读千多千万遍，可是脱离不离。现在你明白这个脱离，主要就是破除我那个念我执，对于佛的法身因法身，黑一黑一跟俺人可以不是一提究，因为俺人还忙神佛，还忙有神佛嘛，这个佛的法身老因法身究竟是一也是一。该唔知冇乜嘅要件，嗱，因为护教菩萨讲破我执、破法执，也系最重要。你系他们主冲差讲破我执，人家念我执，隔天都成破。啊，学佛如果唔破我执嘛，学佛得唔到真实受用，对于世间贪着唔会了。所以你明白呢个道理哈，对于生死就能得到慈差，唔是讲我一天到明心见性啦。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得到身心自在。我走就走，我去就去，我来就来。啊，身体平安，无事情，都念佛；有痛苦，带痛苦念佛。啊，一个人呐、啊，多了年纪都有啊，骨气之年，上气失色，情况完全无重要。一个落苦啊，爱灰心，本人就亲身经验了。那今年七十一啊，马上就是七十三。过了七十岁以后，个偏老弱是连带的，神老偏是弱老偏，它毕竟是有连带关系。你可能还好好嘛，老师讲俺还是有偏磨团啦，一行过一行。俺俩礼拜就是，牙床痛啊，牙齿跟牙床，一条脚感觉到牙齿痛，后来唔咩发现个牙床肿起来，修发个补牙包啊，那么唔敢去看医生，要么呢？医生必定要喊我吃消炎药的。我消炎药的意思呢，我马上身体就冇气力，根本就唔会讲紧。所以我就强忍这个痛苦，实在给一痛，痛的那个时间我安尼想，佮表妹老外两个牙齿重要咩？紧用唔会痛咯，用埋牙牙床就会痛嘛，就安尼想，痛苦会吓感受啊，因为重要嘛，就是体质发黄死太夹下嘛，根本死太夹下。个筋肉唔会痛啊，又唔会痛啊，啊，万年做个痛啊，一个观念一提起来，个痛苦就会感受。所以去个想办法用土法炼钢，慢慢去个治疗，那就是可以会钢筋，照样钢筋。啊，实际上啊，礼拜痛啊，两个都是痛苦，都在痛苦中过你的。啊，可是还勉强还要做还事情，还非做不可。因为唔敌那是无常的道理，还是唔做。一旦鼻孔风一停止，全部唔好做。做个一分算一分，挨个能力能做一分算一分，我就用按你个态度，你明白这个道理哦？去搞得到吃菜，纵然有偏苦啊，也不会感觉到心痛苦啊，帮助心态啊。所以家庭呢，不会学佛，一个人就难过了，就非常痛苦。所以因此之故呢，俺认为讲，都讲到两一通个破人我这方面哈，非常受用，亲有利益。身心健康的世界更要去体验这个道理啊！从前年轻时节看到老人家痛苦，唔知做乜嘅按痛苦，我哋咩唔出来，根本要自己亲身经验啦。记得讲人老啊，老老偏，隔天就连带关系，其实两兄弟啊，佮根本离唔开嘅事情啊，有老隔天就有偏。一旦有偏啊，那无常随时都有多了一个机会。那明白这个道理，自有自在，学佛的修养就说了呗。啊，唔免讲单枪求平安啦，因为平安不能勉强求，一波多的时间求也得唔到。所以古人对佛的要求讲，可喜则喜，可以允许本来得嘅爱就希望可以得，啊，不应该得嘅爱不敢勉强求。啊，因为佛唔系开保险公司啊。佛陀既然没保险公司，没讲个，佮几天就会保护你平安空间，绝对冇事情。佮安尼幸福的人都唔会死啦。佮安尼一些时间，大家都幸福，佮那个医生也可以关门啦。
实际上并没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苦乐，各种的情况都有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学佛将有得到真实受用。第二就是体一贪文啊，要发生因发生的意义来分别。啊，现在主要要五朝菩萨的破我这个因啊，来比较还重要。那俺们凡夫人人用得上，来认真来推了不用下功夫啊，将得真实的受用。下面听一段经文哈，叫下一个听一段经文，就是主要啊破了个发我见，你我见发我见啊。经文哈，看那经文哈，师父的。若人人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殊者见，是不的？以云何？是人见我所说义否？佛也世尊，是人不见以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殊者见。这非我见、人见、众生见、殊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殊者见。释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一切法，因也是谛，也是见，也是心界，不生法相。释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第二一段文啊，主教香港次要自干破我法也，讲第二一破我之破法之后，而家佛所说的自干法门啊，来帮助来修自干，修自干能够破除我法意志啊。所以讲第二段经文的意思是要那个修自干的方法，自息烦恼，观察烦恼去除，由此能。啊！破除人我执、法我执，破我法、我人我执、法我执，就是我法依执啦。能够破除我法依执，将能够得解脱。接下一个破我法者，必得根本无分别之。以我法之间此处，讲想要破我人我执、法我执的人，也想要破了个我法依执。必定要得到根本智，根本智是什么呢？不起分别，根本就是本有的啦，一切众生本来有的，佛所亲证的也是那个根本智。你必定要得到那个根本无分别智，对于我法意志吧，将能够消除。所以以我法之见啊，此处我之法之个个底见，将能够消除。一个见老前面的相啊，莫重要。前面都讲我相、人相、众生相、殊者相。相，若爱爱猜的现象论比较浅，只爱猜的境界现象。见呢、是内心，内心的底见，内心的底见简单讲就是心理作用。在心理上升起的我法意识的作用，这是最严重的，这是根本。不从内心的我法意识的根本问题来下手来铲除啊，这个执着不会去，没办法消除。所以这个也会成我见、人见、众生见、殊者见，不是说我相、人相、众生相、殊者相。前面只有外表的现象论很黑浅，你还要用内心的见解论最沉。假如你不从内心的我执法做的见解向下功夫探求，没办法好处去。所以欲得根本之，先修假行之为方便。讲你想要得到根本之来破除我法意执，而先修假行的智慧，假真假。行就是修行，真假努力修行的法门，将能够开发这个得根本之的前方片，就是假行之有这个前靠方片修自干，然后将能够开发本有的根本之。所以说自干
天灰电池的感染法一个业务哦，小智知识烦恼，小干观察烦恼喜出，观察主法人神性空啊，真在用功修行的时间按到自干，神秋了秋按到天灰，自神秋秋是天，观神秋就是灰，所以自干天灰只是因果而名称不同，自干是因，天灰是果，修自神神秋了第三天，修观神秋了开智慧啊，所以自观啊就是天慧啊，你要平等扶持啊，莫便宜一片，但有智莫观也不能神秋，但修观莫智贴天也不能神秋，所以自观平等来扶持，能够开发那个天慧的功用啊，来观察人我执法我执的两种的无我的脱离，你无我啊，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狂人佛人我执啊，老法我执。对那个人我执法我执不去分别，不去分别的啊。那么凡是出于那个我见方面的，无论人我法我，都要加以消除，不去分别啊。一切多了至于清净真意，清神修行多了功夫成就了，真到本有个真心离体的真意自性，一扎不通的意思就是后文所讲的意义不通啊，真心离体本来也是意义不通，所以不是真意啊，所以由此让人就得到了个根本之，是为得根本之，该让我们得到根本之啊，由此呢忙言业离忙啊忘记他，唔地有两样事情啦，等于忘记他。两个人生性空的脱离，从此业离，业离就是地的诸法性空啊，因缘生法当体即空，了无实性，所以地的人生性空的脱离。由此真业一个性空的脱离呢，啊，两系此修行之要门也，讲两系修行最重要最重要的门路，而从两位下功夫。就修行啊，《金刚经》主要就讲人破了个我法意执，破执啊，呢系作为修行一门嘅最重要嘅所在，所以就修行是要门，最重要嘅啊门路啊，门扎能同意，由此同他多一盘上，所以而先从这个破我法意执来下功夫。经文开始呢，还是先讲破除这个我执。所以他就讲，师父弟，用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书家见。师父弟，以一言何？是人见我所说你否？你还是假释尊问师父弟的话。讲师父弟啊，世间上一个有人按你讲，讲佛啊，有讲哦，讲人啊。有我见，有人的见解，有众生的见解，有书家的见解，见是内心所起的底见，去坚强的底见的啊心理作用啊。我见就是由我相起见，接触由我，讲这个事体五蕴结合之身，你没说就是爱的，接触由我，有我就有人，有对方的人，比如说有爱嘛，就有别人对方的他，所以说有人间，有了人，人没像一概无量众生，就有众生间，有妄论众生间，书家间有时间论，有书论书家间啊，和长命富贵世间人所希望的，这就是书家间啊，其实俩都是众生的坦诚。家庭有人因为讲佛尘阿弥讲讲这个啊，我见人间众生间书在间，是不的呀？以一人哈，参与个善意因为样办呢？是人间我所说你否？讲这个人啊，既能够了解佛讲的法嘛，能解嘛？啊，是不的？马上就答复我，佛呀，世尊，
世人不介意来说说你。下面是释菩提答复的话，佛也这个无不可能，也个人啊不了解佛讲的话，啊，这世人讲直创因为佛有所讲，讲过了个人有我见人间，个天有了个啊创我见的，可是佮唔了解佛讲了个见，而人破除，佮因为失有。所以两个人呢就不了解佛所讲的说法的用意的意义，所以主耶稣讲：喂，用人佛说我见等，以为是有者，世人不介意来说说自念。主耶稣讲：你说有两个人因为讲话佛有讲话我见人间众生间修者间啊，搿只等是就包含个人间多修者间的三样。你没讲搿是实有。佛的意思而你破除，可是你直创认为是有，这两个人就不介意了，说说你不了解佛所说的意义。何以故让本讲他不了解佛所说的意义呢？因为啊，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间修者间，这非我见人间众生间修者间，是名我间人间众生间书家间，你得一趟一趟对照个经文看，怎么了解啊？要蛮讲两个人不了解佛所说的意义呢？何以不解？主解香港，要蛮不了解呢？因为意思是按你讲，佛说我人等间呐，非是我人等间，是假名我人等间，众生不解，谓之为实。以顺处见杀，其实实践众生不了解佛所讲的意义，执着为实有，佛而以破执其实执为实有，两个人来不了解佛的真意呢？众生不了解啊，因为是事实，个倾向在顺索看看到挖到些啥啊？比如讲一条索个，比如说路行，俺不是俺买时就看到挖到些啥，创下讲啊，顺上之啥？哪有实体呢？你看到挖到是啥？我会个错觉挖到是啥的时间，顺索看啊，这条索的上面并无啥性，无啥性。所以可见你误会啥，完全是错误，根本就不会有实。可是你执为实，这就是错误了。所以其实是见，这感觉真实的见解，亚种见解根本不对啊！也就是主要在破了个人我执，众生跟人我相的执着啊，就倾向啊，在一个顺索上面，我会以为是啥？因为在顺索上，我会以为是有啥？这啥的见解完全是没实体。因为顺索上面无啥获得，无实体有啥，所以因此只顾了个人我执嘛，完全是不是在无实体，所以应当爱拿来破除。所以佛法的特点嘛，主要就在两位。佛法中有讲到一个破除人我执、法我执啊，所以俩破除人我、法我的执着啊。也个教理就是可以开掘啊，是假以来个是一套史教所讲的道理，完全可以包含在内。原因就是佛法中能够第一的讲啊，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缘生之法模式体获得，缘生性空，因缘生法模式体个模式在个体性，模式在个体性，所以当体即空啊。那么世间人不了解两个道理，所以执着有我啊，因为这第一个身体是外界，两个东西是外界啊，那么因此给爱着生意贪嗔痴等烦恼，所以错业轮转，不会解脱，原因就是错两位。只有佛法中真正能够使人断烦恼了生死，得到真正的离苦得乐，这个原因也在两位。其他一切的学说、一切的教门，都是讲有我，都是讲有所得，唔是讲话人生性空。
所以因此这个佛法跟求求他一切的原因就是错了位。所以好多一个第一的阿婆尼我者，甚至好多严重多一个谈人是个见解见严重，对世间见谈错，该是颠倒，该是行不一法，对佛法该真是受用不到啊。所以因此自古呢了一个我见啊，而从内心方学出见见解，见解才内心，不会才我一想。所以必定要从内心的念我见法我见七大小处啊，才能够得到真实的自在。上面诸众才破我执啊，所以我见人间的哈，从这个几回事面可以明白。那前面已经讲过许多了，接下去的经文啊，从释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藏，以一切法因以是敌，以是见，以是心界，不生法相。你看以下就讲破法执啊，破了个法我执。对于法有执着，也是有我，他只是给本身跟人我已经消除来讲。可是对于万法的执着有我，该就是为止法我执啊，仍然有对法该爱执。一种心不会杀你，该就是法执。佛对释菩提讲：“释菩提啊，晓得发无上菩提心的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简单讲，就是佛的果位。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神佛之心。你发心要求神佛果，要染神佛道，那应当啊，对于一切法，应当为阿弥了敌。”应当要按你见解，应当要按你诚心明白了解，不可生于一点点的法我执的法相，莫有所执着。所以主教香港喂，不但我见会有啊，恰法相亦空。我见就是我执，而我执的见解固然要破除，不会是有法相，诸法的现象，如果你有所执着，这就是法我执，应当而地，一个法的现象当地也是空的，了无实体。比方讲话，人是修行行识，四谛五蕴结合的身体，执着有我，按到人我执，但人我执众人敌的呢，能破吗？可是如果你接触了个四谛有实法，体有体的实法，水有水的实法啊，乃至心理作用有心理作用的实法，接触了个法有实体，该仍然是法执。所以上文言呢，众人真阿罗汉果，几次各个人我执已经除了，三界内的见识烦恼团除了，可是给对这个法相还是接触。执着有涅槃后证，执着有生死以后了，执着有涅槃后证，所以今日咩以后就按住在这个非生明智的涅槃的境界上啊，唔发心度众生，这就是法执，本法执所杂比，执着有涅槃的实法获得，所以因此自古佛对释菩提讲，发无上菩提心者。当真观法空，应当而进一步发菩提心行菩萨多个人，应当而进一步去观察法相当体即空，法无实体的法相，法相当体即空。是以你用之中啊，以一切法，皆因以真上心、真上智，以为方便。因为我们要学习这个破除我法意识，尤其要想要学习敌人这个破法这个方法，就在平常你用之中哈，对于一切法都要用这个真上的心，真上心就是有三天的功夫，在这个我很健康啊，这个天啊都讲心啊，就比如说天好就讲真上心好，都要用以增加向上的
上天的功夫来观察诸法，不必诸法所通，还有进一步正常的智慧啊，来做全靠方便来去修学。经文所讲的一切法，这是香港何等一切法，用办按到一切法呢，主解行解释讲，十法界种啊，若身、若凡、若义、若真，下次众生五闻，上至诸佛相合，以是以察摩他，平摄万人，回心托顺，念念不昧而抵，抵一切法无我。先讲了一段啊，讲了嘛，那一切法，一切法不出十法界，就是十法界的一切法啊。也十法界中就是四圣六法嘛，若身、四圣人、佛、菩萨、缘觉、声闻，都超出六凡法界啊，都超出这个六凡法界的四圣的身障，所以那身。若凡，凡是就六至六凡法界，三善陀、天、人、阿修罗；三恶陀、天庸、恶鬼、畜生，有那六凡法界。在那个意识法界当中，无论是四身，无论是六凡，所依靠的依波依，是依秋万有，山河太体，一切的依波为众生所依靠的。这个依靠物质，比如说我们人要依靠这个胎体啊，依靠水火，依靠风，依靠这个虚空，那就是依波。真就是真波，人身真修果波的波体，为是真波。六凡法界天人阿修罗天有鬼畜生，都是有一个真波论。出世间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佛，既有几个相土的境界，按照天台宗所讲呢，所谓四土啊，凡身同几土，方便有二土，释波庄严土啊，佛果的究竟的上师讲相土，这就是几个二波啊。佛有上师讲相土，菩萨有释波庄严土，也分正上师讲土。上文言讲，一生人出在方便有二土啊，就是法上。三百有损，这就是方便有余土。两个六凡法，这就是凡圣同极土。那么所以十法界都有余波有真波。从下六凡法界的众生来讲，人身众生身有五蕴身心，五蕴是修相行识的五蕴身心，就是物质老精神符合以来的身体。上至诸佛相合，从相上论一直到究竟佛果的相合庄严，神佛应化身有三十一相八十种合，这就是佛果的相合。意思请教俺们这个身法这种，俺们要用这个察摩他来观察，以察摩他，察摩他印度法凡人中国法就是智，前面讲的智观啊，智观察摩他就是智，一智来平息万人，平是平处，息是止息，所有心中的各种插念、万人妄想，用止来止息妄念。修止的方法就是时时照顾自心啊，像那个初通中的内照哈，灭照三重样，向自家的心体时时关照啊，观照观察这个心啊，这个希望的念头，看希望的念头，念头一起就对着手处讲，哎，你怎么样可以打妄想啊？啊，一个参念对着手处止息它，平除所有的妄念，止息一切的妄念，万人能够放下，只有一个心体托顺，真心立体的灵敏本位的心体但托顺在。两个心体呢，念念不昧，了了上帝啊！一个心体啊，念念觉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有暗昧啊！了的一切法清清楚楚。
那么第一的一切法都蒙爱的实体好的，第一切法无我啊，第蒙的个我的实体好的，按呢就是为着修智，也是以比婆沙那观察一切为色垂求，历历分明一见，见诸相回向，也就是一观一观的修。像两岸呢，也是自法智，是上面的修智方法。像两岸呢，修好进一步以比婆沙那，比婆沙那印度法凡尘中观法就是观，就是观，所以不是以自观了哈。修个时间不是自观，自神丘就是天，观神丘就是非。以比婆沙那个修观方法，观察一切法，为就是色，为色就是迷色的意思，想色去追求一切法的法体，了无实体何等，色色分析，分析诸法嘛，当体是空，历历分明一见。把一切法看个清清楚楚，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坏，啊，万物有生出一灭，世界有生出坏空，人生有生老病死，一切一应该详细了解分析，分析到最后都没实体，啊，所以用按理的方法去观察一切法修观，啊，见诸相回相，观察到一切相啊没实体好的。回向无实体，相跟实体不可得。比如我像这个佛像，你看到有这佛的现象吗？这个佛不过是各种的建材组织成就的，把贴金刚骨里的木料啊，各种的建材拿来分开来，佛在那边呢，实体不可得。那么一详细来分析到最后，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希望不是，所以前面给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就提的讲用比婆沙那修观的方式观察一切相皆希望，以希望给观念来观察一切相，了无实体何等，由此啊能够得到自在法执就能够破除。也是善那听非等时无碍自在，像这样呢，修智，自是妄念，自是烦恼；修观，观察法了无实体何等，细细去分析，都无实体何等。由此呢，得到三听的功夫，三那就是印度法，凡尘中观法就是听，就是等持等智，平等的听慧，听慧准等的意思。所以多了一个长度呢。天涯其就有修智听神丘，有修观非神丘，所以三那天非平等应持，不会有所障碍，得到此究竟此才。那时时按那些修观用功，那你心地就得清净此才。所以清下来某事情的时间，松腿盘起来不妨试试用按那个方式来去观察一切法。虽未能亲证真意，以为心改信心清净啊，这是实相。讲你晓得时时按的修智观，按的用功是天非等事，虽然还盲流能够做到亲证真意实心的境界，还不能彻底亲证真意得到真实的心改。但是呢，只要你信心清净啊，就能生意实相的脱离啊，能够得到明白。信心清净即生实相，非讲即生实相，两句话就出在前面经文就是释菩提的那个提律比丘开一段文，释菩提讲的话，如果得到信心清净，就能即生实相。也说明讲，你只要你去修观得信心清净。信心清净，实相就能够发现出来，能够开发。是当提前四加行为，前面讲加行两种的修证，在菩萨头上就是实体的初体之前暖当暖实体的四加行的位置暖当暖实体按到四加行上文言修的七方篇有三资料
啊，就是五点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为止外反胃啊，为止三资粮。进一步修这个西善经啊，就是南当元师提的，就修即是修这个西地十有行观。现在菩萨他注重在修止观，止观修神秋啊，在信心心相及神识相的应该。该就是西港行为的位置啊，就是菩萨改为的西港行，菩萨改为的南当元师提的。因为菩萨改为个南当元师的一个西港行为，前面还有十出十行十回向的三点位啊，所以你要这位是大概这些啊，出题之前的西港行为就会安了。穷是难言根本真知，理念所起，多了你个西港行为啊，能够引发本有的根本知啊，一个根本知的正确的智慧啊，穷是能够引发出来，就不会有对一个能气所起的执着。气就是粗糙哀糙的意思，能够远离能气，爱为能气，物质为爱所起，能气所起的哀糙心嘛，就能够杀离。不生能所我引发相，不会生起有能气有所起有能的所得的这个我相法相，你我这方我这个这种现象都能消除。穷是啊，进一步就能够进入出体啊，十地菩萨出体就按照凡体体啊，就是现在你那个里面也讲个十地品哈，个出体个凡体体个改位啊，就穷两位可以进入。乃至佛体出体以后，二体三体四体一次往上进到十体，乃至等高，然后就成就佛果为进入佛体。虽分满不同啊，改用根本无分别之清净真意，故亦无所得。虽然有分真满真应该无重要，佛果满真，等高以前的菩萨都是分真啊，法身分分真，无明分分破，无明分分破，法身分分真，为之分真，也都是用根本无分别之盖的根本之因义该能力，能够清净真意，穷是归无所得。啊，由此就能够察真这个我法义空的真理。所以经文告须菩提，所念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把这个道理随讲随说，讲把你有神意执着。所以佛对须菩提讲，须菩提，前面所讲的法相啊，都是假名，没实体，没执着。所以按照佛说，法相当地就非法相，没实体好的啊，只是假名法相而已，是名法相。所以注解讲好在，所念法相者，凡夫不了，以之为实。啊，凡夫不了解挖到法相还有实体，实际上没安呢。在以来说，即非实有之法相。按照佛所讲的真觉的根本来讲啊，该就不会是法，不是法的法相可得啊，只是假名法相啊，假名有这个法相的名相而已，并不是体。抗若生意论，损益真意，你满清香啊，终不用它，虽未能说我人之法相。何况若生意地来论，生意体验意地，要真理讲，要诸法的理性讲，要诸法的理体的体性来讲呢，纯有一个真理此心而已，没其他的差别相，要空义一切差别相都不可得啊，就是像林阳明所讲啊，如来常没有真理心啊，一切都是如来常没有真理心，没其他的一法啊，所以纯有真理此心啊，你们倾向总不用它，这两句话形容个法性真意倾向的意思。你就是你们就是个慢慢倾这个倾世界倾倾向向了无其他的办法啊，两个倾向的法性离体中啊，不能容纳其他的一切的假象，多么是体好的啊，该是按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谁为能说呢，那还有能气受气能接受这个分片呢，那个人我相法我相也就彻底消除了，所以我人之法相完全都没了，彻底彻证真空的真理。深能以是观察，我即非我，法
接回放，离名离乡，真一真一啥咪？家庭呢晓得按你来修观呢，按你去用心观察啊，神食材的意思。家庭你是食材，才晓得按照上面所讲的道理按你去观察啊，观察到我是体好的，当下不是我就回我。模式体好的法也非法，模式体的法好的，所以离名离相，名也离去了，相也离去了，七代离去了，前真都整于什么？七真整于什么的理性？这七真整于什么之后呢？加上你这么相信的此心是方诸佛平等清净，真即非真，法即非法，何以一直有啊？到了究竟七真的境界了，你将会相信过哦，十方诸佛所亲真的境界，也不过就是在阿赖天顶了，就是阿赖的平等清净的境界，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你们清净，总不用它，本来就是阿赖，你讲真，也无真的是体好的，真即非真，只是假名为真，法也是个革命模式体的法好的，就是因法生，也是随顺众生的前靠方便，也模式体的法的因法好的，按呢有含有么个一老一的差别相呢？也就是说明个两样，它根本主要就是讲因神老法神呐、不是一，也不是一，也可以一，也可以一啊，按你个道理。所以两上面次欲自感天慧破我法，以团结一子你呀，两几句话的解释呢？综合上文，两就要团处自感方面修自感，又是真的天慧啊的功夫，能够破除我执，也能破除法执。我执法执破除了以后，能控我法一直的控也不可得。所以为什把这样七真三空，我执空，法执空，能空我法你执的空亦不可得，为什空空啊？七真三空，到了两种境界，我法你执的空了，就能断除法身老因法身，到底是一，也是一，两种的疑问啊，从此就能彻底的都解除了。所以这就是彻底消除两种的假名无实的错误的观念嘛，从此能够彻底解除。金刚经头到尾讲很多法嘛哈，两一团非常非常重要，最重要。一开始文字上好像是平淡无奇啊，但是在理上啊，一部金刚经的总结的重要的优点所在。用意就是要破除众生的我法迷执。文字虽然简单模清显明，但是要去加以进一步配合其他的经文或者论点来解释这个我法迷执的真理，得到彻底明白，你这样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每一部经用意都是要消除众生的烦恼，破除众生的妄执只是一个立的角度看的角度无重要，用各种方法配合众生的见性浅察万片来做说明听听。实际上每一部经都在破除我法迷执你莫以为说这是念佛，念佛根本就有嘛，跟着没破执呢？念佛佛破除我法迷执嘛，你能够念佛不离佛念，我法就不可得有人问你们说跟爱修净土啊，人处处讲有啊，有西方，有阿弥陀佛，有莲池海佛，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处处讲有，跟老百姓没有想违背吗？一点也不会想违背，完全是能够配合。有人说呢，家庭你修这个净土念佛的人是不了地这个把这个道理不地的心净土净的道理，得这个念佛的真实利益不到。所以讲美容技师其实自己金刚经讲以后有提到了一点，讲修净土念佛一人，讲念佛的人也应当要了解这个
枪头法门个道理啊。今日心枪在土枪啊，讲这个心枪土枪个道理出在这个微末经呐。你要神枪土心体而显显情枪，所以微末经讲啊，欲神枪土啊，当枪其心，随其心枪在佛土枪。家的心念不强，让万能叫神枪土呢？啊，所以妄想执着不除啊，心何有枪呀？讲明侬其实讲，你心底个妄想啦、执着啦，你也都唔好除去啊。那个心让万不前枪呢？让万能叫神枪土呢？啊，古代人爱不从不生沙婆。啊。因为人爱心不从就不会生在娑婆世界，那么由此可以证明生在娑婆世界就是爱心成从。亲执我见是为爱见，人亲执错我相的执见，这就是众生的爱错的根本，生死不了的原因。故求生枪土啊，必然穷此下手，讲修枪土啊，你要从八戒下手先了解空义啊，这样的烦忧，空是真空，忧是烦忧啊，不好执事。毕竟穷是哈修哈，稍微老实念佛者，老实意思必当注意。讲到老实念佛，老实两件事你就要特别注意。世间一切念缘啊，本缘不息，任何能老实佛？一切个世间的念缘，你都不能停止，都本缘不息，让本能叫老实，心根本没老实，所以念佛就得受用不到。由此可以把这枪土除非意思，你由此可以明白讲，把这法门、老枪土法门，不是两回事，就是一回事。应当而提的讲，修枪土而从把这下手先观空。然后将人就提得放油，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将人有得到收益啊。天意是五团的心意，我就讲出来了，下次讲天意是六啊。好，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共8堂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因缘难得，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报名电话：02-2631-0619，02-2631-0619。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共同发心来培福：一、香积义工；二、法会布置机动义工；三、值班义工半日班；四、大殿清洁义工；五、环境清洁义工；六、冲茶组招待义工；七、电脑行政人员。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洽询电话0958-963-288，0958-963-288，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斋法益，共沐福恩。南无南无巴格瓦迪萨利瓦德拉罗迦布拉迪比斯斯扎耶布达耶迪拉布达迪亚达安布隆布隆布隆修阿达耶修达耶比修达耶比修达耶阿萨玛萨玛达耶瓦布萨斯瓦拉那格迪格格那萨瓦瓦比苏迪亚迪三藏多瓦萨利瓦达达格达苏格达瓦达阿扎达亚米利达亚比斯卡亚玛哈穆达拉曼达拉瓦扎亚瓦那亚阿玛亚瓦三达那耶修达耶修达耶比修达耶比修达耶格格那萨瓦瓦比苏迪乌斯尼萨比扎耶玛利苏迪萨瓦斯达那斯尼三足迪迪萨利瓦达达格达亚瓦罗杰尼萨扎巴拉米达巴利穆拉尼萨利瓦达达格达玛尼波扎布米波拉尼斯扎迪萨利瓦达达格达阿里达耶阿耶苏扎那亚迪斯扎迪莫特里莫特里玛莫特里瓦兹拉格耶萨达阿巴利苏迪萨利瓦格里玛亚瓦拉那比苏迪波拉迪尼瓦达耶玛玛亚比苏迪萨利瓦达达格达萨玛耶亚迪苏扎那亚迪苏扎迪瓦摩尼摩尼摩摩尼比摩尼比摩尼摩比摩尼摩尼摩尼摩摩尼摩摩尼萨摩尼赞达格达布达格兹巴耶苏迪比斯乌扎摩尼苏迪悉耶在在比在比在苏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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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苏巴拉耶萨利瓦布达耶迪苏扎那亚迪苏扎迪苏迪苏迪摩尼摩尼瓦兹里瓦兹里玛瓦兹里萨瓦兹里瓦兹那格比扎耶格比比扎耶格苗瓦兹拉苏拉格苗瓦兹拉萨巴维瓦兹拉萨巴维瓦兹拉瓦兹里里瓦兹达摩瓦多巴玛舍里那萨里瓦萨多那扎格耶巴耶苏迪摩瓦多萨多米萨里瓦格里巴耶苏迪斯扎萨里瓦达达格达斯扎萨玛索萨耶努布迪布迪悉迪悉迪布达耶布达耶比布达耶比布达耶摩扎耶摩扎耶比摩扎耶比摩扎耶修达耶修达耶比修达耶比修达耶萨曼达瓦扎耶摩扎耶达斯
比巴利苏尼萨尼瓦达达达达里达耶亚提斯扎那亚提斯扎提穆达里穆达里玛穆达里玛穆达拉曼达拉巴提娑那摩弥陀佛耶陀达耶陀耶陀耶陀弥利陀佛弥阿弥陀悉那佛弥阿弥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悉弥利悉悉那智多迦帝娑婆那摩弥陀佛耶陀达悉陀耶陀帝耶陀弥利陀佛弥阿弥利陀悉那佛弥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悉弥利悉悉那智多迦帝娑婆那摩弥陀佛耶陀达悉陀耶陀帝耶陀弥利陀佛弥阿弥利陀悉那佛弥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悉弥利悉悉那智多迦帝娑婆那摩尊胜双菩萨摩诃萨那摩尊胜双菩萨摩诃萨那摩尊胜双菩萨摩诃萨。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